另外一边双方又是正面接触了，73人口79人口，这一波的话彩色是扮演着一个进攻的角色，另外一边守望，哇，这个守望的走位非常的帅啊，直接在你的队伍中插来插去，七进七出，时不时消耗你一些残血的单位。好，山丘有来了，山丘有来，一夫当关，哎，上去有种你全部围着我，全围我一个桥地板啊，你们全部晕了，嘿，这个没有吹到多少单位啊。好，彩色也是比较谨慎，没有盲目进攻啊，有山丘在啊，这个山丘的伤害还是蛮高的。薛法师现在有三级，二级抽蓝，升级是表示，再一会儿我也快到三级了啊，三级之后二级圣光，魔法值、血量、山丘都有保障了，两个后勤部队啊。好，这里的话一个战争国主，一个塔，两个人都在想争夺一下这个矿。熊面对山丘啊，也是有点怂的啊。山丘现在五级，来来来，往前冲了。这一波的话，暗夜精灵退守到自己的分矿。好，我有这个敲地板，敲的就舒服了啊。守望切进来，刀刃一下，熊冒一口火，哎，要不要喷？又有熊过来了。现在是69、72人口，双方人口都掉了一丢丢。后面小鹿过来截一下，小鹿说：“我不怕你的英雄技能啊，我只怕你的骑士还有小炮。”好，这一波浪漫感觉被彩色前后包夹。虽然呢，小鹿包夹的输出不高啊，但是各种给你减速也是有点烦的。山丘好，再一个三级敲地板，呼，这熊几乎全中。好，彩色所有的战争古树拉过来战斗，哇，打得贼凶。山丘再敲一个地板，但是熊的数量太多了，山丘有点扛不住。二级圣光奶一口，目前的话浪漫是且战且退，且战且退。暗夜精灵啊，全家老小拉过来，这一波贼凶贼凶。这一波的话，浪漫退守到自己的分矿，分矿有商店补给一下。另外一边彩色好，并没有盲目进攻，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后面的话疯狂的开矿啊，这个矿好暂时没有开，目前的话双方都是两个分矿，都是两个分矿，资源的话还是比较均衡。英雄等级这边是533，那边是54，马上要55了。不过目前熊拿人族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呀，看看彩色有没有其他招。他来了，转奇美拉，那奇美拉打骑士那是一打一个准。这个时候这边的话，嘿，也有车间啊，有车间问题不大，实在不行我转飞机。两个人兵种都互相针对啊，反正分矿有两个是吧，暴兵的速度也是比较的快的啊，能支撑起自己转型的一个金收入。好，五级守望熊猫 4.8， 就等熊猫什么时候到五级啦。这边浪漫必须得继续进攻，这一局打得刺激了啊！本以为开局五六分钟可以结束，上来 TR， 这没想到现在打到了半小时还是不分胜负啊！来，守望的话想切过来，可惜，哎呀，对方这个手速有点快啊！一锤一抽，赶紧啊，这个蓝马上就被炸完了1/3。好，熊的话现在输出也是蛮高的啊，三攻三防的熊，状态一补。那现在彩色不着急，等奇美拉啊，奇美拉一出来。一下两个奇美拉，这两个奇美拉过来一看，浪漫会吓一跳，哎呀，血法师差点被拍死，赶紧自我虚无一下，虚无抽一下熊猫，自己个又有点撑不住了。好，极限避难，一看见奇美拉赶紧交 TP， 这奇美拉偷的帅呀，奇美拉照样也是三攻三防啊。奇美拉一出来，这边赶紧加班加点造飞机。好，都是经验值啊，我飞机数量起来，你奇美拉都是我的经验值。这一集啊，可谓是矿石大战啊，目前的话两个人还在积极探索这个新的矿怎么去开。彩色呢先以防守为主啊，每个矿都造一个战争古树啊，我生命之树也没有必要造啊，先等先等。这边山丘带着部队又来了，76人口，飞机数量再慢慢再补，没办法，浪漫已经开始进这个彩色已经开始进攻了，浪漫要防守。哎呦，这些熊派这边的塔贼猛贼猛。好，两个奇美拉，看看点谁。飞机的数量现在多不多啊？飞机赶紧处理一下这边的一个奇美拉。飞机前后夹击一下，熊的话给你拼地面。74、80人口，彩色人口领先。这一波的话，看看山丘啊，能不能把对方的熊给清理掉。山丘敲个地板，哇，这个输出打得舒服呀。飞机好，也是把奇美拉清理的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一波浪漫感觉打得不错。哎，山丘山丘山丘，好，圣骑士来一口，圣骑士自己个有点危险，圣骑士有没有无敌？圣骑士没有升无敌，他升的是光环，部队奉献了非常的多啊。
守望现在暂时没有蓝，哎，无敌一顶想杀这个英雄啊，十个血瓶跑跑，小炮的话轰一下这边的一个小路。现在这个残局的话，人走仅剩三个光杆司令了。现在熊猫能不能杀？熊猫身上这两个异人面罩，再加上一个卡德加的宝石，哎呀，是真的猛。好，雷暴的话，人族依靠血法师圣骑士两个补给，山丘越战越猛，你敢信这一波居然守住了？分矿虽然说塔没了啊，但是分矿还在。好，这一波的话，浪漫掉到40人口，彩色还有70人口，彩色是残血的部队拉回去，后面再战的能力很强，那浪漫的人口就补一补了啊，现在人口落后有点多。飞机啊，先飞机数量攒起来吧，现在看到奇美拉就头疼。骑士继续出。这里的农民几乎死完了啊，重新再补。现在533的等级，打55的等级。哎呦，黑暗游戏这边的守望马上要到6级了啊。奇米拉暂时没有出啊，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存款呢，彩色2700，彩色2700又在开矿了啊，又在开矿。彩色现在人口领先，比较主动了啊，我的选择比较多啊，上来一锤一抽。守望的话想杀谁？少杀农民，跳过来杀农民。这边熊，哎呀，熊猫的话没有保存出来，好跑，又一个锤，这一个锤有点贪，想杀熊猫，如果杀熊的话两下就搞定，好，一锤一踩，嘿，这一波输出贼猛，好，这头熊还是保存回去，那这边能不能杀个熊猫？小鹿过来可以掩护一下自己的大哥，另外一边的话，守望在这里杀农民，杀的也是贼舒服，身上有单船也能够完美撤退，这一波山丘的话，嘿，这追得过于深入啊，自己的话好像有点跑不出来。这边小鹿粘人粘得特别厉害啊，比小姑娘还粘人。来，山丘山丘，身上的话没有什么保命道具。哦呦，啊，圣骑士来了，嘿，圣骑士一来，山丘立马就转守为攻，来了。啊，熊猫一看你人多，我走可以吧？但是守望在这里杀的贼开心，六级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守望谁去管他一管？山丘现在的话还是没有到六级啊，守望提前到六了。小鹿就是恶心你，点你两下，你打我你又打不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骑士又开始来切对手的一个生命之树了。刚才你熊拍我基地，现在我的骑士来切，但是战争古树来护防一下。暗夜精灵生好了自然祝福，哎呦，这个树还是比较硬的啊。守望一个来拆这个矿，拆的也是有点孤单寂寞冷啊。山丘看看能杀几个小鹿，嗨，没有火枪在，打小鹿是真费劲啊。好，山丘的话已经打到暗夜精灵家里去了，熊猫现在状态也不错，上来套个绿帽子，呼啊，酒火一喷，听说你骑士很硬，在我酒火面前好像也是蛮脆的，接下来再来一个连招，骑士可能要倒下一片。好，赶紧保存避难，避难一个，倒下一个，避难一个。唯有这边彩色里的话快纯小鹿了啊，熊在山丘面前都是经验值，那我出小鹿，呵，山丘拿小鹿是真的没什么好的办法。好，操作空间非常的大，点你两下，我跑一跑。这边的话靠血法师攻蓝，来来来，现在小鹿给你打游击战啊，打一下走一下，打一下走一下。另外一边，这边还在拆，还在拆，啊，一个人拆的确实非常的慢，没有熊啊，如果有一两头熊就踩得舒服了。但是正面战场有小鹿在，啊，这边浪漫不太好打呀。没有这边的一个火枪，那现在就靠小炮。好，三个战争古兽爬过来了，这一集可谓是世纪大战啊，打到大火器。哎，小鹿也被树卡住了，还是被对手给摸掉。那这边战争古兽生好了自然祝福，跑得比较快，熊猫要赶紧去买个群补了，这么多小鹿状态一般般。好，这边一个矿，这边一个矿，这边又一个矿。在这一波团战打的过程中，彩色又开了两片分矿出来，怎么办？相比之下，浪漫是两矿掉了一矿，只有一个矿。另外一边的话是两矿又开了两矿出来，四矿打一矿。哎呀，这一局浪漫有点难了啊，这个矿有点少。好，守望终于回来了。守望的话上来直接切你的小炮，嘿，圣光奶回来了啊。好，山丘锤一下，然后抽一下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守望给干掉。但守望现在三级闪现，呵，贼灵活。我跳来跳去，你碰不到我。回去喝点井水。那接下来这个浪漫怎么玩呢？浪漫现在完了，最后一个矿都没有了。那现在最后一个矿都没有，对手现在还有四个矿，四矿打零矿，三矿打零矿，这边怎么办？
山丘没有到六级，骑士大军还是比较的硬的啊。好，拆了一个矿，坦克，一攻两防，彩色4000多块钱了，彩色要养猪了，彩色要养猪了啊！这点小鹿想结束战斗有点难，小鹿的话最多就是跟你打消耗战，恶心你。那这一边浪漫就继续拆，好，守望找机会看看能不能杀这个小炮，这个小炮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啊，把他干掉，后面人族是吧，打小鹿就非常难了。哎呀，没有闪现出来，直接被锤倒了。好，我再闪现走，行，返老还童一家，两个战争古树又来了啊，战争古树守家确实贼猛，守望跳过去，嘿，杀小炮。那这边的话有两个小炮，三个小炮，小鹿过来了，守望守望小心，哦呦，绿帽子，幸好有绿帽子。哎呦，这边差点差点，好，再闪现走了。目前来看的话，小鹿现在不足以结束这场战斗，虚无一下保一下这边的一个小炮，继续去追。那后面这个残局浪漫打的也是非常的坚挺啊，各种秀操作，又一丝血又保住了，虚无圣光又奶回来了。好，山丘这边把你的树给 A 掉，那小鹿的话就故意来偷偷的点你，恶心你。这边坦克也在拆家，彩色的话有没有意识到，有没有去修，守望过来了，呵，刀战终于干掉了一个小炮，干掉完之后熊猫到六级了，六级之后马上要分身了啊。好，身上的蓝不太够，这里浪漫兵还在继续 追击，继续追击。彩色快6000块钱了，彩色为什么不出兵呢？彩色现在在干啥啊？养猪的话也要出点兵啊，万一被浪漫一波打穿那就难受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彩色精灵王到底在干啥。5800块钱啊，马上要6000块钱了，依然还是小鹿啊。好，守望再跳过来，他现在是想玩这两个英雄了吗？两个英雄疯狂用技能甩你的状态来，这边坦克也过来了，继续拆。这边浪漫的话没有新的矿啊，没浪漫没有新的矿，彩色的话现在还有3片矿3矿，打你0矿。好，有血法在，山丘的话也真不怎么缺蓝。那彩色5700块钱了，马上6000块钱，6000块钱打500块钱。这里两个英雄又来了，好，熊猫要不要分身？哎，被锤了一下，熊加小鹿很精挺啊。血法师身上有个无敌，赶紧跑，小鹿幸好没有粘上。哎呀，守望过来卡个位置，小鹿又粘上来了。熊猫也不是一头火，好，你抽我蓝，我直接变身吹谁？吹的是圣骑士，啊，圣骑士没了，血法师极限避难回去。这一波的话，六级熊猫开大招，浪漫也是赶紧撤，赶紧撤。好，彩色6000块钱，6000块钱，这边坦克赶紧拆，赶紧拆。这不拆的话，马上又很多矿起来了。这一局彩色感觉想养猪啊，6000块钱不出兵。来，这边英雄分身，看看能不能干掉一个人族英雄啊？干掉一个的话，浪漫应该会退了。小鹿又故意捏你一下跑，你这边没有小炮，打小鹿的话贼难受。碰不到我，你想走我又来揍你。好，又留下一个骑士，那现在浪漫难受啊，这每打一波团战自己要死几个兵啊，关键是自己没钱啊，对手的话钱贼多。这边又是一个避难，好，人族身上的话3避难啊，确实想杀我一个骑士有点难。哎，山丘要小心啊，身上是没有 TP 的。好，想反杀熊猫，那熊猫的话有保险，我身上有 TP 啊，问题不大啊。又一个骑士避难回去，又一个骑士避难回去，哇，打到后面的话浪漫这个操作也是很极限啊，3避难3英雄，骑士基本不倒。哎，这个骑士有没有避难了？好像避难是不是用完了？好，圣骑士说我还有圣光，奶他一口。这边能不能秒个熊猫，能不能秒个熊猫？熊猫的话跑嘞，这边两个骑士状态很差，守望追杀一下，两个骑士肯定要倒一个。好，我虚无圣光，虚无小鹿驱散，极限避难回去，这边圣光再拿一口，呵，杀一个骑士真的好难啊！啊，终于杀掉一个骑士。那现在浪漫玩人族三流氓，3避难在手，你想杀我一个英雄，贼难贼难啊！哎，打完这一波，浪漫现在590块钱，彩色6300，彩色的话6300块钱，好，继续开矿啊，拆我一个，我再开一个。这边5级山丘。5.9级啦，马上到6级啦，6级之后
天神下凡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杀对手一个英雄。好，彩色继续开矿，呵，眼神猜矿吗？这个矿我全都要，马上又要四矿打零矿了。这一局彩色养猪了啊，6000块钱。好，我们看看右边，彩色终于要打算终结这场比赛了。他的方式是什么？4个奇美拉西木，再加上刚才一个5奇美拉西木啊，5奇美拉西木。啊，平常都紧张了啊，太刺激了。后面这奇美拉估计要出到100人口。好，现在小鹿可以稍微的送一送，是吧？把人口给控出来，控出来之后，100人口奇美拉。啊，彩色在这养猪的几分钟里面是终于发现了，浪漫是真没钱了啊。那你转不了飞机是吧？到时候我坦克我这个奇美拉一出，你飞机数量起不来，那就难受。好，现在又是一个残局混战，残局混战由于人族有三避难，所以说想杀个骑士难度也是有点大啊。啊，骑士数量还真不少。嘿，小鹿倒下一个，小鹿现在可以稍微的送一送。另外一边守望的话过来的话，嘿，在人族家里杀农民了。熊猫单传走，山丘能不能锤？哇，快0.1秒就得把它留下来了啊。好，现在由于人族有三英雄有三避难，骑士基本上就没怎么死啊。这股部队打了很久很久，拆了暗夜好几个矿。那彩色一口气5个奇美拉啊，我们看看右边，一口气5个奇美拉，有点吓人。这边雄鹿可以再送一点啊，把人口控出来，后面全部转奇美拉。那这边的话，浪漫出坦克，发现嘿，这拆家还是拆的舒服啊，一个一个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没准真的把对手给拆出去。骑士，再加上三英雄的避难坦克啊，真的拆家贼猛。好，这里奇美拉也是侦查一波，不知道有没有侦查到这边啊，奇美拉了啊。这哇，3个、4个、4个、4个，这出来多个奇美拉，这就3、4、1、12，4、5、20吧。当然人口可能没那么多啊，反正他的钱是够出20只奇美拉了。只是人口不太够，人口不太够呢，可以把小鹿稍微送几个，但也别全送掉啊。小鹿后面的话用来捏人还是蛮有用的，但是熊可能用处就没那么大了。好，山丘的话到了6级，那后面这个残局感觉浪漫越战越猛，三英雄三避难，哈，三流氓名不虚传啊。好，三英雄大战对手2个6级英雄，坦克也来了，这一波浪漫正面贼猛贼猛。一口火一喷杀杀你农民，这边看能不能杀个守望。守望的话好，可以闪现逃跑，虽然没有回城，但是我灵活呀。熊猫身上有回城，没有那么灵活。这边浪漫还想远程采矿啊，采点钱。这边两个人各种打残局了，又吹了出来，保存回去。好，奇美拉这边几个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，再加上5个，好，11个奇美拉，马上就11个奇美拉过来了。最后这10分钟，浪漫打得贼舒服啊，三避难加骑士，哎，贼爽，你就杀不了我的兵。那接下来，奇美拉数量起来，不知道到时候浪漫有何感想啊？11个奇美拉，哈，很吓人，很吓人的。好，这里又拆了一个矿。后面一点时间啊，这边浪漫拆了彩色至少5、6个矿。好，熊猫分身啦，又继续拖点时间，嘿，拆拆坦克吧。这个坦克看起来还是有点结实。人口彩色是98人口，要不再补2个小精灵，把100人口给凑齐。5、6千块钱瞬间花完。好，熊猫分身，嘿，赶紧把对方的一个血法给吹起来，能干掉吗？血法师，好，奇美拉我不装了，他来了，哒哒哒哒哒，哇，血法师无敌，赶紧顶出来，这10个奇美拉过来啊，确实吓人啊，来来来，赶紧走赶紧走，奇美拉也是三攻三防，100人口奇美拉，赶紧赶紧，这边有没有飞机？有钱的话赶紧买，好，英雄赶紧去卖道具，哎，赶紧卖道具，卖道具，挣钱挣钱啊，挣钱转飞机，哇哟，吓人吓人，这奇美拉太吓人了啊。乌泱泱的一片，奇美拉见谁秒谁，哎呦，赶紧，幸好三英雄有避难。那接下来圣骑士会被打掉吗？圣骑士是没有圣无敌的，
啊，甚至是避难用完了，山丘的避难已经卖掉了。山丘避难卖了，为了转飞机。现在三英雄赶紧拖时间，转飞机拖时间。啊，奇美拉过去拆一拆坦克。浪漫继续给你绕圈圈，打消耗，绕圈圈，身上的道具卖的差不多了啊，应该能够转出个七八个飞机过来。但是有熊猫在，你这边飞机想发挥很大的作用也是非常的难啊。到时候熊猫喷两口火，你这边飞机就全部喷倒了。好，奇美拉三攻三防，跟着熊猫来了。奇美拉一定要跟着熊猫啊，单独作战，万一被飞机截胡了就难受。好，飞机刚好过来，熊猫也来了。哎，这一波飞机躲火躲得很不错。好，飞机急射这个奇美拉。现在杀英雄了，血法师，血法师，血法师，一丝血。好，避难回去。哇，不得不说，浪漫这个避难用的贼舒服啊。那现在直接直捣黄蓉啊，打到了浪漫的一个主矿。这边还在加班加点的出飞机，嚯，这个急火没有升好。我说刚才怎么飞机打这个奇美拉效果一般呢？没有升好，直接把你这个建筑给拆了。完了，两个车间拆了，那飞机就这些，后面没有升好那个急火，不太好打。熊猫来见面，好，锤一下熊猫。这边奇美拉直接对地输出，打你的骑士，那叫融化。奇美拉没有升那个弓，哎呀，输出不太够啊！哦，这个飞机输出不太够。好，彩色彩色，嘿，我先 TP 啊，熊猫补个状态。熊猫，等一下把你的飞机给清理掉。这一局彩色整活了啊！100人口奇美拉，憋个100人口奇美拉，呵，吓死人了。那这边浪漫怎么办？该卖的道具都卖完了啊，三个避难卖掉一个，现在仅剩两个，两个后面配合起来就没有丝滑了，没有那么丝滑了。啊，这边赶紧杀一点小鹿，飞机怎么去保存是很重要的啊。到时候飞机这一波过来偷袭一波不？哼，继续起出奇美拉。熊猫找机会喷一喷对手的一个飞机，哎，看见了不？好，他跑了。奇美拉在这儿，来，只要飞机没有扎住我，奇美拉就是无敌的。好，奇美拉又来了啊，这一波嚯，骑士一个喷倒下一个。飞机还在很远的地方，飞机赶紧过来，骑士又倒下一个，哇，融化。好，飞机终于赶过来了，但是英雄有点扛不住了。浪漫打出 GG， 我们恭喜彩色100人口奇美拉养猪，哈，玩的是真的开心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